小杨哥终于公布第五个徒弟，前四位已经是直播界的顶流，更是被网友们称为四大天王。最后一位也是在小杨哥的一次直播中无意透露出来，让不少网友意难平。第一位大师姐，外号封号斗罗，因直播搞笑风格跟小杨哥相似，被小杨哥收其为徒，疯狂起来连小杨哥都不放过。如今自称抖音一姐，曾一场直播中创造被封14次的记录，而被网友们称之为封王。第二位戚老板，从事美妆行业十几年，已经近40岁的他，皮肤依然吹弹可破，凭借多年的美妆经验和粉丝们分享美妆护肤技巧，仅用半年就成为三只羊美妆大佬，小杨哥更是对其称赞不已。这个人真是人才，真是神的。你杨丽儿当年的皮肤，你看，啊、你看这个粉刺，不，你这叫脸吗？对啊，出去都我跟你说，我媳妇都懒得亲我了，都看他们都像猪。你看我现在什么原因？就这个兄弟，就胶原泉，啥都别选，就选胶原泉啊！男生用什么洗面奶，我用就用这个。我要是说了一句假话，我嘎嘣死。它是为数不多的全肤质用的油痘肌。很清爽，干敏皮洗完完全不拔干，非常之舒服。植物和氨基酸的双重复配，油痘肌和干敏皮同时洗完，肤感都能给你照顾的洗面奶。13、14岁反复长青春痘的青少年，20多岁血油不平衡的容易长闷痘的闭口的，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就是它是一支可以放在你家洗浴台上，你全家男女老少都能用的洁面，而且不含任何的表面活性剂，不含任何的什么防腐剂、乱七八糟的酒精，什么都没有。为了照顾敏敏肌，为了照顾孕妈妈这些特殊肤质的感受，没有添加香料，主打一个纯净，主打一个成分干净。平常洗脸是冲澡，油痘肌洗完等于蒸了个桑拿，又从头到尾给你搓了一遍背。干敏皮洗完完全不拔干，油痘肌、干敏皮都舒服，而且它的代工厂是科斯美诗，就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代工厂，给蓝某蔻、给雅诗某兰代一些大牌做代工的，所以就娇润泉这种做事情的匠心，你就不容对它有半点的质疑。39块钱，但如果你今天是好用二次复购的，那你就69秒直接用国外便宜9块钱。因为穿着打扮比较平平，粉丝们都称之为平王。三师兄嘴哥曾是一名真真正正的特种兵，退役后也是当起了健身教练，自从加入三只羊后就化身为舔狗教父，不提也罢。小师妹乔妹从才艺舞蹈主播转型带货主播，曾经也是一度饱受争议，经过长时间的磨练，如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。因为嘴哥在直播间经常跟美女品牌方互动，可经常吃醋，被粉丝们称为醋王。第五位 Coco， 也就是小黄的亲姐姐，不仅拿到台湾和厦门两所学校的双学位，妥妥的学霸，而且还是一个游戏大神，当年英雄联盟手游全国第一的女王者，各项技能都很优秀的她，却把所有光芒都给了小黄。小杨哥也是直接让 Coco 叫小杨哥师傅，等于已经承认了这个徒弟。你现在也叫师傅，你不是叫老板，你跟你妹妹是一样的。对，你不能说喊老板，你也喊老板。我们两个现在算不算诈骗啊？小黄和小杨哥师徒俩加起来800个新银子。昨晚小黄打了小杨哥一巴掌之后，转头就被小杨哥敲诈。刚扔了一巴掌啊，差不多这个一巴掌，如果我报警，像这种情况下一般要赔多少钱？先算一下，10万。一巴掌10万呢？生无可恋的小黄赶紧场外求助小杨嫂撑腰，没想到小杨嫂随意的一句话直接让小杨哥瞬间崩溃。喂，哎，嫂子，我刚才打了那个是不是一巴掌，他叫我给他5万。他打的好呀。而就在带货完五谷鸡爪时，小杨嫂发来的消息直接让师徒俩彻底暴露本性。脱骨侠的五谷鸡爪非常的脆，非常的大，就是比较爽。兄弟们，真的，你们要五谷鸡爪，我们真的品控过不了，我们选品太严格了，我们选了好多客户，就是要么就评分没够，要么就是好评率不够，好评率89%都不行，这个好评率90%几。小杨哥卖的五谷鸡爪好吃，哎，谢谢。虽然你看它是一桶，我们上次卖的是2桶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两，这个是2斤，我家冰箱还有2桶，我媳妇天天吃。市场价108，小黄直播间49块9，上车。师娘给我发信息说再打一巴掌，确定再打一巴掌给你5万，小黄加油，还给了一个这个表情。你说打了，咱俩一人一半，你2.5，我2.5，一起凑个250，是不是？是。来，给他回个打了。我们两个现在算不算诈骗啊？牛吧！旋转的这个开关啊！大杨哥正在介绍东亚花洒，小杨哥竟然偷偷打开开关，这一下就连品牌方都跟着遭殃了。哎呦，我那个不知道，我一开那个他直接喷水了。白亮，你开了你我人家都来介绍了。本想看热闹的网友，最后却被圈粉了。江南阳光黑武士五档自然花洒，它是由5个档位可以调节的，掰动拨片就可以了。出水孔是软硅胶材质，能够防堵塞、防分叉。全身的材质是 ABS 抗摔耐磨，接口是通用的，家家户户都可以去安装。我再看一下这个花洒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来演示一下。卖什么模式？冲水地面打扫。啊，再换个模式来。雨淋模式，柔和模式，柔和模式，这真可以的，我就喜欢这个模式。
啊，到底有没有增压呢？没有，这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卫生间啊，是的啊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公司的，然后换上这个之后啊，这个水有个明显的增压，嗯啊，多少钱啊？他们是69，响哥29.9，29.9一个。送一个，上车！别看29.9，售后照样有，一年内用坏换新，破损包赔，运费险7天无理由，洗澡不舒服就选加南阳光增压花洒。今晚小杨哥直播间来了一位特别哇塞的品牌方，就在品牌方与大杨哥互动时，大杨嫂突然出现，就在带货完核桃仁时，大杨嫂罕见的发脾气。兄弟们，这个核桃仁兄弟们，它不仅脆，吃起来就非常香，太漂亮了，有点尴尬。大家兄弟们放心吧，干净。核桃仁、白砂糖、麦芽糖、食用植物油、食用盐、蜂蜜，39.9卖了17万单。兄弟，两个，39有两个，2斤了，给你来一包40，加一包，我再给兄弟加3包，39上车。17万单，39卖了17万单，给兄弟倒一个。看，看到核桃，杀！有，这他妈播个屁！古天乐，来你，我把胡子刮了。嘴哥又撂出狠话了，只要小杨哥能把古天乐请到直播间，嘴哥就把胡子刮了。不是你这么不信吗？啊，你就不信我能把他叫来？我不相信，古天乐这兄弟，古天乐那你。那多猛啊！就在带货娇润全洗面奶的时候，没想到古天乐真的来了。娇润全的洗面奶，你给他讲一下功能。这个是植物和氨基酸的双重复配，男生女生就是全肤质的，油痘肌、干敏肌都很友好，而且不含酒精、不含防腐剂、不含那种活性的添加，特别好。他们在抖音洗面奶的销售榜单排这个。娇润全为什么他今天做这么火？他就是专心下来做品质，对，他不是因为销量占全，他是因为他的复购，去年的好评。让他站，单子装是39支，69两支，上车，上车。嘴哥也是信守承诺，当着众多网友的面，让乔妹帮自己把胡子刮了。哦，你现在变帅了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，李文龙？啊？那么帅？哇！小杨哥带货柯西吹风机时，网友们却纷纷留言不测不买。为满足粉丝要求，小杨哥只好现场测试风力效果。就当网友们都在坐等翻车时，随后看到品质和价格后，纷纷被圈粉了。给你感受一下柯西的高速吹风机，真好用，挂家里没那么多风。这个我们看看吹风机有多高速啊，看它风速有多大。这是普通吹风机啊，给你看看柯西的高速吹风机，给你看这普通吹风机，看一下啊，挂了，这是靠热量。柯西的高速吹风机。因为它有恒温 AR 智能控温技术，再给兄弟们看看聚拢机，所以它的风速非常大，因为特别聚拢，次异负离子防止我们的头发静电，减少毛躁，让我们拟合还更柔顺。有奶风有热啊，它不仅给你拟合，给你个头的直接的头，然后呢给你个挂，把它贴在墙上，往一挂非常方便。还有什么颜色？粉色还有白色啊，颜色你自己选。我看它多少钱？少钱699，多少钱？准备299上车。一年内非人为损坏，以换代修，三年。